水力控制法。据远大百人研发团队之智慧精心设计的远大新一代精益产品水力控制法，具有业内一流的力学性能，现已投放市场。本系列产品与以往同类产品相比，有以下特点：升级前，普通水力控制阀阀体的密封腹为平面密封，同接头形式为直接头加弯头，连接复杂。铜管为手动弯管和切管，接口和外观不够美观。导阀为常规阀，可调试出口范围为0.05至1.2兆帕。包装方式为塑料袋加木箱。升级后，新一代水力控制阀阀体的密封腹为锥面密封，已经获得专利证书。此类形式与平面密封结构相比，具有自动定芯功能和磨损自动补偿功能，不容易卡阻杂质，能获得更高的密封力。铜接头形式为整体接头，连接点少，不易产生泄漏点。导管用全自动弯管和切管工艺加工，保证产品美观一致。减压阀为我公司研发的专属导阀，压力范围0.05至1.6兆帕，高进低出，出水量大，压力稳定，性能比常规导阀更加优良。包装方式为塑料袋加泡沫箱加纸箱，将产品全部防护固定在内，牢牢保护产品和其配件的安全，适应更加恶劣的运输条件。纸箱设计有符合人体力学的预留孔，方便搬运。远大的专家团队将会不断持续改进产品性能，精准检测，严格控制，保证产品各部位误差均控制在要求范围内。选择远大，选择安全，远大阀门集团。